大家好，呢条片系上次 Head Tour 同 Dunlop Four Elite 猜波嗰条片嘅 Full Version。咁条片其实就冇乜内容嘅，俾你睇翻我猜足一个钟头波嘅片嚟嘅啫。不过我见录咗成个钟，又唔好嘥啦，咁啊摆埋上嚟，呃下流量咯。咁又见出开片啦，唔争再讲两句啦。嗱，你睇猜波，好多初学者咧，开头同人猜波，其实好多准备动作都做唔足嘅。例如佢哋猜波嘅时候，双手同支板好多时都会放低咗。其实我自己有阵时打波都好懒嘅，不过嗰日猜波为咗尽量猜耐啲嗰板波咧，咁我都提住自己唔好放低只手啊，只脚 keep 住喐啊。嗰啲 split step 唔好做漏啊，咁樣你啲波打出嚟未必好快，但係質素有啲保證咯。同埋初學者猜波好多時咧，打打下就求快嘅，通常一板快過一板嘅。其實如果你打到第三四板，你順手就話快啫，你唔順手就應該收翻少少力，打翻到個動作，再加翻速度。如果你真的有看开我这个 channel， 我在我第二集讲正手的时候呢，其实只有三个动作，转身、摆低支板、击球，我是特登讲到这么少东西的。因为有时候打球其实很简单的啫，但是呢初学或者有时候其实有些人打了很久都会的，就是越打就越加得多东西，令到个动作很复杂，很容易出错啊。其实我又是重複那句啦，咪諗勁轟啊，唔使下下轟落去嘅。你用一個簡單嘅動作，做一千次、一萬次，做到熟之後，你再加少少嘢，又做一千次、一萬次，你再熟，再加少少嘢，咁你先掌握到個技巧啊嘛。唔係話你一次過學一堆嘢，根本你 handle 唔到嘅。咁你知道就係知道，但其實你打唔出咯。不過那些技術嘢咧，我準備拍條片想講 half volley 噶啦。不過呢個禮拜好似成日落雨，我頭先一落到個 court 又落雨又拍唔到。咁睇下幾時拍到就放上嚟俾大家睇啦。而家就唔講咁多啦。你中意睇我猜波咧，就睇耐啲啦。等我呃下流量都好。如果悶悶地嘅，你 play 住佢就行開啦，都可以由佢噶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條片由佢繼續。多謝你嘅支持，記得未訂閱嘅訂閱啦，訂閱咗嘅俾個 like， 謝謝你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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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家啦。如果你想你的正手打得狠，反手打得稳，那你就要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like and share 啦。